你被，你这是把二饭没吃几顿，胡来和强生咋就跑到那个快呢？尤其那个胡来是那年前，你在路边捡到的时候，奄奄一息，我当一个活不过来。哎，越是这种娃娃，那个命越硬。又是你们两个，名列第一。说了让所有人都进来。不要吵，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说，所有人都进来！怎么样？又不是真金子、真银子。老夏，能不能帮帮忙啊？我的汽车陷住了。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应该的。你们刚才怎么一见我就跑了？哦，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很少有外人来，更别说汽车了，他们没看到过，害怕就跑哦，就是我都没看到过机会哦。好像，你们这儿应该很快就要通电了。真的？真的，不光通电，公路也会修通的。哎呦，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哦。是真的。 等到时候灯亮了，路通了，你们看见的东西啊，会更多的。那就好嘞。哎，革命同志，给家都喝口水。不了，我还有任务在身，以后啊，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那我们就走。谢谢大家。 我呀，从大山的那边来。大山那边？远吗？不远，翻过三座山就到了。您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指北针，指引方向用的。来，过来，把这个指北针放平，身体啊，正对着针盘上的北字，然后慢慢的转动针盘。
当这个指针正好指向这个北字的位置的时候，这个方向就是北了。我呀，就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有了这个东西啊，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那都不会迷路的。想试试？来，拿去试试吧。山那边什么地方？山那边是城市啊。什么是城市啊？城市啊，就是宽宽的街道，高高的楼房，还有很多这个汽车。你等一下啊。强森，强森，这还真是个宝贝，还真能找到方向。来看看，这就是城市。城市好吗？好。看你这么喜欢这个花瓣啊，把它送给你吧，留个纪念。拿着。将来想去城市吗？那就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啊，就能进城了。小朋友，再见。我喜欢汽车的味道。看到街道是大楼，火车北京你们都没有见过吧？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搞得这样神奇。这种地方，不要说我们，就是公社书记都没去过。你神奇什么啊？你去过？下来，站那么高干什么啊？先没收了，我先看看。啊，对了，同学们，从明天开始，我们放假五天。我老婆生孩子，我得回家伺候孩子。你们自己在家里复习上一课，预习好下一课啊。下面的课不上了，放学。来，过来，站住！放假回来看我咋收拾你两个。你又想干什么？你不是老和我较劲吗？趁放假我们比个大的。比什么？我们去看一看山那边的城市。神经病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和画上的一样漂亮？你还真敢想，你咋不想上天呢？怎么不敢想？就说你胆小鬼就行了呗。哎，你烦不烦？别跑！哎哎，别跑！啊，别跑！我是认真的。你别再烦我。哎呀，全老你要吃饱。小娃娃们又不干活，讲究吃点稀饭就行了。拿到去，拿到拿到，公吃，快点。不要脸，又上我家来吃饭。怎么一副伤心的样子？怎么了？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城市吧。你又来了，这哪是我们能去的地方？怎么不能去？那地方又不是真在天上。解放军不是说了吗？难道前面三座山就到了？马上就分地哟，大家一散伙，房子一卖，这娃娃到哪里去？啊，归哪个养？钱大队我都问了。大家都说这么高养不起来，也要大家一家一口饭把它养大啊！好不容易看到这日子越来越好过，反倒说不下道。既然这样，那就交给我再处理。散会。
是说要去城市看看吗？什么？那我们明天出发。什么？没听错吧？哎，你怎么突然答应和我一起去看城市了？我也想去看看啊。怀疑你不敢。我们已经离家很远了，不要看后面，看前面，前面才漂亮。我第一次站这么高，看这么远，一眼望不到边。长安山，我们来了！闻到肉的香味了，我也闻到了。亲自到现场来指导工作，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书记给我们做指示，好不好？其实啊，我也没有人要讲的，这都是大家共同那个努力的结果啊。大家在吃不饱啊到少一顿饿一顿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条可以吃饱饭的路子，这个中央而且还给你了肯定，还希望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干。那么从现在起，大家用好大的能耐就使出好大的能耐，把日子往好里面过。我的话说完了。队长，这地分得不公平。哪里不公平嘛？未来我家的地都是土地偏远的地，没得产量的地，而有的人分到的又都是交通方便的好地。你看到哪个分到的是好地嘛？你家小舅子。你们厂，你他妈啥意思啊？跟专哥过意不去哦。分到就是好地。哪是好地？你家分到就是好地。你们分到就是好地。看，畜生，还把自己当人吗？李满昌，你这个年年公分倒数第一的死老蛇，这一下咋变得这么活跃起来哦？现在不一样哦。哪点不一样？你说哈。现在日子是自家的，我要奔好日子过。哟，你还变得快当了哈？常言讲得好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的，李满昌。你的脑筋转得快，昨天大家还一起扛起锄头在一起做活路啊，今天为了点小利益就吵成这个样子，翻脸不认人啊！这不是不公平吗？这不是不公平吗？你们家有亲戚，就是不公平吗？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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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骂瘸子闹铃了。既然大家都不满意，我们抓阄重分，好不好嘛？好，重分。你们两个小鬼是哪家的娃儿？我们和爸爸一起来的。和你爸爸一起来的。哎，你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合同。来，同学。哦。来来来来来。安逸不？虽然同志们，这是我们生产队。
解散前最后一顿饭了，从今往后就要各吃各的饭。今天大家吃好喝好，还是他妈的肉好吃。喝就不辣，谢谢你们陪我喝酒，我们都瞧不起我，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干出个样子来，我要让他们都来给我敬酒。喝，哎呦，满仓，你咋个那么没生气，人家是公社领导的娃娃啊。今天中共贵州省委正式发出关于鼓励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稻谷为主的家庭田园稻子认识指示。来，快起来，我们这是在哪儿？你们两个起床了，睡醒了？我怎么到您家来了？昨天晚上你们喝醉酒了，就在我家睡着了。小小年纪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苏姐来看你来了。苏姐来了。我来看一下，我们公社的唯一的大学生啊，了不起啊，你就是我们前公社唯一在北京的人，以后啊你要帮我们多多的看好外面的世界哦。苏姐你放心，我在外面肯定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对了，你们说我那两个儿子在哪里？哎，就是那个鬼仔仔，是不是？赶快跟我一道回去，我的吉普车就在接你们的哦。哎，你两个鬼仔仔胆子还汪儿的哈，竟敢冒充公社领导的儿子，在这里来浑水摸鱼、混吃混喝，是不是？哎，我跟你两个说哈，我们现在实行包产到户，从今以后再也没得大锅饭了跟你们混吃混喝的哦，懂不懂？哎呀，那娃儿乖完了，不要把他黑到。哎，他们这两个娃娃到底是哪个大队的呢？我到处都问哦，不晓得是哪里跑起来的。那你就赶快问清楚是哪队的，派人送回去嘛。哎，耶，这两个娃儿呢？快追，赶快追，快点。
哇，好漂亮，好香啊。不要再干太累的活了，我每个月寄钱给吴头，伤到了我又不在身边。哎，我晓得晓得，只要你好我们全家就都好了。哎呦哎呦哦，嗯，好了好了好了好，哎呦慢点，哎呦还松活多了。哎，小婉谢谢你们，来一起干饭。哎呦哥，你回来我们就入朝。可惜你一年只回来一回。那哥以后经常回来。小展茂，你家哥是城里面的人，工作忙得很，像你一天就晓得吃。来，你们吃。你是城里人吗？是啊。等一下，嗯，快吃哈。啊，我又评上先进了。哎呀，老大回来了。哦，刘书记、狄公安，你们来了。哟，去年又是先进生产者，你这可是连续15年了，了不起啊！咋接咋接，来，一晃真快。我记得你是64年招的工，好像省里那个工商来我们公社，就只招了你一个。也只有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被招进城啊。我算啥子知识分子嘛？就是高中毕业。那个时候你可是我们前公社唯一的个高中生啊。李公安、刘书记，你们吃嘛，老大带回来的。来，都来，都来。那刘书记，现在形势好了，将来生活富裕了，老大不回来也会有如此。回去好好的工作，不要惦记到家里头，哈。啊，我晓得。哎呀，哦，对了，你看到刘厂长就给他问个好，当年是人家把你招进去的，不要搞忘记人家啊。我晓得。我们也想去看看陈少。我们能一起去吗？我走了。你看那个城市人多神气啊！是啊，连公社书记都来看看。你说，我们将来怎样才能成为城里人啊？解放军不是说了吗？要考大学才行。为什么非得考大学？我怎么知道啊？糟糕，我们迷路了。哎，看那有个洞哎，好像还有亮光哎。穿过去就应该找到路了吧？你敢吗？你敢我就敢。毛正人吧，快点扔！你干嘛推我？我是王军磊。江生，快来！江生，江生，啊，毛正人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影子。卖的不要了。
家眷。你们看见一个妇女吗？走，冲去那边看看。刚才我在山洞里听见他好像在和什么东西打架，声音好惨啊。他是在保护我们。放心了，他那么聪明，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大佬，大佬，姑娘，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这里已经过不去了，跟我们走吧，我们给你带路。那谢谢老乡了。66年啊，发了一场大洪水，这座老桥就被冲毁了，78年才修了一座新桥，你看就在上面呢。可以，走走。谢谢啊。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回家。您的家在哪里啊？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远吗？很远很远。Thank you.
上去云南18站，下达京城72天。京城是什么地方？就是北京，是我的家。去北京要72天哦，这么远。再远，我也要回家。走，我们上路。北京好吗？当然好了。我们能去吗？可以啊。真的？真的。耶，我们办了。哎，慢点。姐姐快点。你们跑慢点。老板等等我吧。这就是这城市啊！终于看到了，这里有火车，北京不远了。快的路，你抢什么抢啊？啊！什么德行你？路好凶啊！没事，你看啊。姐姐，你好漂亮啊！对，是更漂亮了，小鬼。姐姐要走了，谢谢你们这一路都陪着我。好了，城市也看到了，听话，快回去吧，啊！再见。
舍不得我呀？就再送我一程吧，走，来。我头晕脑胀的，这算什么呀？跟我们北京比还小得很呢。走啊，姐姐，那北京有多大啊？大100倍都不止呢。哎呀，买到了。这就是车票啊，拿着它就可以去北京了。我想去北京。我也想去。好啊，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大学考到北京去啊。姐姐，你还会回来吗？要下雨了，姐姐要走了，连老天都不高兴。站住！哼，你以为你换了一张皮，我就不认得你了？走。跟我回去。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承认。法院承认啊。走。我告诉你，我不承认，任何人承认都没得用。娘娘，孩子，走开，给我拉回去。走。娘娘，干啥？你干啥？你别伤着孩子。走开，给我拉回去。走开，放心，让我走，拉回去。姐姐走了，什么时候我也要坐上火车去我想去的地方。民警同志，我是北京的知青。我不同意离婚，你就是我老婆，我不能让你这样走。这是我们的离婚判决书，这是我的返程证。我们已经离婚了，可他把我锁起来，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啊？为了生活，迫不得已。你当初这样子对待我？我真搞不明白，你干嘛呀？拼了命的要走，连娃娃你都不要了，你干什么？住手！哎，这个，站！民警同志，他是三番五次的跑到公社去闹离婚，公社离不了，他就跑到县上，县法院，居然判了离婚，说是新婚姻法规定，只要一方认为感情不和就可以离婚。你说这是啥理由？哎，你帮我评下理由。老兄，我跟你讲，你老婆，不，你前妻，她现在到什么地方都是自由的，你知道吗，老乡？
早就跟你说过，天要下雨，粮要加上，人家走吧，你偏要跑了，知道？丢人现眼，走！哎呀，大哥，你咋跑到这里来了？我不来，不来怕你把事情搞大了。我想啊，你要面对现实，你这样是阻拦不了他的。你对我的好，我知道。这辈子一定会还给你的，可我现在必须走。走吧，小雅，只要你自己好，什么都别说了。不管什么时候，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走，你不走。把孩子给我。哦，给我！求求你，让我带孩子走吧。你妄想！要是你真的爱娃娃，你就跟我回去，我在门口等你。听下来，同志，你的返程证我已经帮你暂停好了。好好往前看吧。我回不了家了，我的钥匙丢了，看到我钥匙没有？看到我钥匙没有？看到我钥匙没有？你的钥匙丢哪了？我们帮你找。那是十多年前的午后，我在红色大街上疯狂的奔跑，我跑到城郊的荒野里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的钥匙丢了。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啊，心灵啊，苦难的心灵，我不想说了，我想回家。这个城市的人怎么看到我钥匙没有？可能城里人都是这样。拿我钥匙没有？看到我钥匙没有？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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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钥匙！你们拿了我的钥匙！小子，不要命了你啊！啊！马哥哥，嗯，站住！站住！给他，给他！站住！站住！站住！还敢信任了，小朋友，谢谢哈！你们还这么简单，简直两个小肥毛腿！哎，再帮我们一个忙好不好？哎，帮忙帮到底嘛！帮什么？走，走吧。哎，我的钥匙。快点，没得时间了，快过来。刚才和你们讲的话记得不得？总会变。第一，解放和松绑是要稳。第二，跑弯道时注意要压道，不要跑偏。嗯，好，
就看你们两个的好戏了。走走走，来，赶快把衣服换了，快快走。快走快走，来不及了，快来。比赛还来得及，就时间了。哎，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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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脱大褂穿衣裳子，来脱了脱了脱了，快点，来这个给我，这你的话吧，没得那要你破话吧，来来给我，干啥子你们？哦，没事没事，来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来得真的太不容易了，来一个给你们2块钱，拿个买东西吃，谢谢你们啊哈，来来快走吧，去买东西吃，快去快去，好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好快去了。这是城里人的游戏，我搞不懂这种游戏。您一定要把他治好啊，他原来可是个好作家好老师啊，好放心吧，一定治好。不跟你玩了，等等我，带我回家，等等我。我要两个烧饼，两瓢哎，不需要卖两瓢，卖不了东西啊。也不需要拉点那野味儿。办好。我有点想家了。我也看不懂这里是什么事。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2000年，我们国家要力争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达到1000美元。哎，1000美元是多少钱啊？不知道，反正是很多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啊？好啦，很远着呢，心想美事，快吃，吃完我们回家。Ha ha ha!
冤家路窄呀、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上！好！停！停！站！哎，告诉你几个啊，坏了我的好事你得赔啊！走！夹子夹到可不是一般疼哦。去那边吃去。马猴子，你可真是马猴子，这地方让你弄得越来越有点猴山的意思。这不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来的吗？大干快上。孩子们都吃饭了吗？还没呢，赶紧让他们吃饭。哦哦，哎，孩子们，吃饭了。这俩孩子谁呀？晚上刚逮来的。这俩小子坏了我的好事儿，本来中午下了个包，就是他俩害得我失了手。那孩子。转过来，转过来。你不是龙哥，就是这俩小兔崽子，害得我差点被公安抓起来。哦，是吗？活该。谁让你偷钱包的？嗯，龙哥。他俩跑得特快，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儿。那将来是抓贼的料啊！啊，龙哥，你跟他们认识？啊？哪儿他们那么多废话？是，龙哥，晚上训练的时候带不带他俩？他们俩算了，他们俩跟我回家。啊？怎么还绑着呢？解开！解！嗯，龙哥，干咱们那行的得讲究个效率。晚上我加个班吧。啊，你安排。哎，谢龙哥，您信任我，我知道我这出头率比较低，但是您得相信我，您把这帮人交给我就对了。我的口号就是，不怕磨难，一夜成人。叔叔大喊一声快跑，你们俩就跟着我一块儿跑，听见没有？机灵一点啊！
怎么着，飞哥？还是跟我过不去？今儿还带那么多弟兄来？你以为我这一次又是西藏人士？我是怕你吓着孩子。我和你不只是一山不能容二虎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12年前，我爸就白死了吗？我调查过了，批斗的时候，你他妈打得最狠。你们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大山那边一个很远的村子偷偷跑出来的。这不是你吗？一模一样。可我没照过相啊。这是我小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跟我小时候长这么像啊？嗯？这么一看，我们还真像。在我妈那儿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现在怎么和家里有点不一样了？你娘知道会很伤心的。所以说不能让她知道。听着啊，明天我就送你们回去。城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城市里没有给你们准备饭吃。回去以后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上了大学，城里就有你们的饭吃了。记住了。龙建国，赶紧搬出去！我们厂长已经平反，马上就要回来了。你霸占人家家这么长时间，不像话！干什么？原来这不是你的家。说什么呢？龙哥住在这儿就是龙哥的家。龙哥，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白天的亮飞龙不敢怎么样。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你说什么时候也有个妹妹找我泪花流。看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
早上好啊。啊。那好。走。小六子店里转转去。来来来来来。看看这都是从广州进的货。国外货。你看这件。别动了。哟，龙哥，小六子，今天怎么这么闲啊？怎么样，生意？还行吧。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看看。哎呦，那是不可能的，给你留着呢。龙哥，牛仔喇叭裤，外国人都喜欢这个。这不就是劳动部做的喇叭裤？牛仔的，跟劳动部不一样。这裤子穿着不舒服。还有这花衬衫，大脚领。女的穿的多漂亮，男的。龙哥，我还有一件好东西，给你留着。标准的日本风衣。豆椒。也是你救了我。龙哥，在整个贵阳市，也就这一件。我也不会放过你。真的，那让我试试。哎，你穿吧。咦，有点意思，有点高仓健那件儿。好看，啊，龙哥，整个贵阳市也就您能穿出这种感觉来，其他人都白扯。哎呀，还行哈，嗯，好看。嗯。叫什么？哎哎，黑龙啊，瞧瞧怎么样？他爹说，说外国货就是好，好看。太难看了，瘦。这是你穿的裤子吗？跟猪八戒似的。赶紧给人脱了。小六子，哎，龙哥，这风衣不错，我喜欢。那你就拿着呗。多少钱？龙哥，你这不瞧不起我吗？我这是诚心送给您的。别别别，老话怎么？不合适，多少钱？老话怎么说来着？宝剑赠英雄嘛。不会说话，小六子。嗯，这书包不错啊。龙哥，您的包。哦，哎，这书包是小孩背的吗？您真有眼力，这也是国外货。拿来看看，这怎么背啊？你看，这样啊，给俩孩子背上看看。松肩的，来，来，嗯，哦，双肩背，过来，有点意思，还是得相信科学啊。双肩背着多好，单肩背着容易溜肩膀。是是，嗯，行，小六子，哎。这十块钱呢，就买了俩书包。谢谢龙哥。哎呀，这新书包一衬，显得这衣服有点破旧。龙哥，要不要再给他们拿两件衣服？不用。读书人，新书包旧布褂，就应该这样。是是是。好吧。慢走。昨晚教的练会没有？练不好，他妈弄死你！
过来。这不我钱包吗？什么时候给我下的？一点感觉都没有。行啊，小子，手够快的啊！我一点感觉。哎呀，东哥，流血了，腿破了，流血了。这就是你一夜成人的代价。他们用的刀片儿，他们。我这么一件日本风衣，就这么给糟蹋。啊？谁让你用刀片的？算了。龙哥，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件吧。在哪儿买去？这种高级货是随便买的吗？没听小六子说啊？是。整个贵阳市就这么一件。是。不过我觉得。照现在发展，这种高级货不会这么难买。什么发展？社会形势。等满大街都穿，我穿着还有什么意义？老刘啊，受苦了，大伙儿都盼你回来了。谢谢谢谢。真回来了！哎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厂谁呀，龙哥？刚刚被国家列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今天举行了这个欢迎会呀，大伙都想听听，就当前呢企业的生产经营有些什么想法，帮助大家动动脑筋啊。荒废了十年，我们得努力呀。老唐一回来就给我们大家带来好运气。哎呀，我一个糟老头子能带来什么运气？哎，今天厂里终于发工资和奖金了，这仨月没发了。哦，对了，还有您一份，还有我一份啊。是这样的，是你啊，针对十年的牢狱之苦，特地为你补发了点工资。平静看不多，哎，但单独看还是大笔钱呢。谢谢谢谢谢谢，龙哥，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可以大干一票了。嗯？没听见吗？发工资了，忘了补信了吗？不记得。行了。不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吗？记住了。既然窝边有草，何必到处找？走。80年从东北来支援三线，可能就我出生那年吧。哦，准备回厂接你爸班吧。走。怎么了，龙哥？今天先不送他们俩回去了，今天先不走了啊。走，回去。现在我们厂被国家列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半死不活、毫无生气。企业要发展，必须
需要打开产品的销路，怎么办？首先我们现在必须要解决两件事情。第一，要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提高生产技术，否则工厂不会有前途。第二，要按质按量的来核定每个人的收入，来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从今天开始，我们厂彻底打破大锅饭。现在咱们厂开工是严重的，很多厂房和车间都废弃了。丁文，都过来。要做好前面的首要条件是。丁文，都听听。听听。时代不同了，他们在变，咱们也得变。我临时决定马上散会，我们大家一起去把废弃的工厂和车间恢复起来。同志们说好不好？抓紧时间给我练，听到没有？龙哥，是这意思吧？准备搬家。啊？别往外运了，就地烧了吧。烧了。哎，烧，就地烧，就地烧，不用运了，就地烧了吧。既然你跟我长得这么像，就当我投胎转世，重新活一回。叔叔跟你们不一样，叔叔已经没有退路了。你这身上都什么味儿？啊？多长时间没洗澡了？等着啊！瞧瞧这盆鸡汤，好好洗啊！对清理出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予改正错误。
抽烟。你什么时候成我们厂的先进工作者了？1965年的时候，我就是先进工作者。那是多少年前的事？那时候还没你呢。1965年，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这个地方我熟悉啊。十几年前，那些革命小将们在这儿没少折腾我。时间不等人，我希望今晚就进设备。行。你们这群孩子是怎么回事？这群孩子都是街上的流浪儿，我们看着可怜，就在这里管他们口饭吃。我们也是好心呐，不信你问他们，是不是？啊？我们要启用这个车间，你们马上离开这里。行。哦，对，厂长的家你马上搬出去。呸！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十年前让你受了不少苦啊。都过去了，向前看吧，好日子都在前面。告诉龙建国，别再瞎折腾，赶紧回来上班。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来都抓紧点啊，同志们，马上调去啊！来。龙哥，他们不仁，就休怪咱们不义，咱们可以大干一票，啊！龙哥，这个事儿我已经计划很久了。他们可是咱们市效益最好的单位。你让我出来，你让人收拾东西，立刻走。龙哥，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老护着这破厂子？哪儿他们那么多废话？龙哥，马猴子，准备回厂接你爸班吧。叔叔还有点别的事儿，送不了你们了。拿着这钱，自己回家去。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走吧，我们该回家了。大家都慢慢吃哈，吃好了以后就把你们名单送过来，我好给你们当地派出所联系，好送你们回去。西三桂，西三桂，我说西三桂啊，你是这里的老常客了哈。我跟你说哈，西三桂，你别有事无事都往这个城里面跑，农民嘛就要安心种地，这是你的本分啊。你叫哪名字啊？家住哪点？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没有家，没有父母，那你呢？我叫赵长生，我家住哪？我也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从小被人拐卖了，后自己偷跑出来。那小的时候你算住哪点？我啥子都不忘记了。看来没得办法了，这两个也只好送孤儿院了。你怎么也送我？我不想那样被送回去，不然就我爸那暴脾气会打死我的。我要早就会偷跑出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回家，家里还以为我刚从外婆家回来呢。那个公安不是说没爹没娘无家可归的可以去孤儿院吗？我觉得我的情况就可以去，只要你别告诉公安我从哪里来的就可以了。弗兰，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我不想再让对你的人为我操心了。大龙，他终于找到我们了，他是来接我们回家的。来，城市不属于我们，我们还是走吧。我在哪里都行。我觉得我们应该调换一下名字，我应该叫强生，勉强的活着。不，应该是坚强的活着。拿着这个纸牌针，以后对你在路上有好处的。这东西还是你拿着吧，城市更容易迷路。哎，老李，下班了啊。哎，下班了。哦，等一下，有份挂号信，你过来签个字。好。福来，我的机会来了，你要好好的。
算了，不要追了，我看他自己会回去的。这是我最难忘的童年往事，可我老是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过，因为那个旅程太像一个预言，那么深刻，那么生动。1990年，我和福来阔别10年后竟然重逢在北京。我们考进了同一所大学，福来说他是那个孤儿院里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而福来则回了贵州，我们同样都当了老师。福来说我们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种改变带给更多的人。2010年，福来寄给我一张家乡的报纸，他说好好看看吧，30年的光阴有数不尽的沧桑变迁，更有说不完的美梦成真，全都在里面了。向前看吧，好日子都在前面了，告诉龙建国别再瞎折腾，赶紧回来上班。回去以后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上了大学，城里就有你们的饭吃了。这就是车票啊，拿着它就可以去北京了。我想去北京。我也想去。好啊，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大学考到北京去啊。姐姐，你还会回来吗？